们的筹码总共有112块，哈哈哈哈，我们能不能翻十倍？我们能不能翻十倍？有没有办法赚回来呢？哎哎，凯吉，我们这样子等小光进来。我已经进来了啦！可恶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可以做这个动作？啊，你好烂、欸！哇，三思这个！哦哦哦！神师！啊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！六吗？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不是啦，七啊！啊，对对对对，小光你看，小光你看，小光你，为什么可以这样？等一下，那什么，你们到底下载奇奇怪怪模组是什么？这个你可以念出来 啊！你可以念出来啊！小光好大、嗯、哦，有了，我看到了。你怎么会打错字啊？他就不能打，哎、欸，动一动就没了。干的干干干干！哎，对，我们对面他干。不是，那小光，你那句超有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不是，而且你知道那句话，不是重点是，你知道那句话本身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们对你比中指啊！哎，我们对面他比中指。其实宗主也是那个意思，就是很烦哎，你这样我很难做哎、欸，本来就是你就没水准嘛。卡比巴拉，所以我可以一边扭屁股一边啊，不行，我取消。这地形有卡比巴拉吗？卡比巴拉，比巴拉，我要现在故意录一堆奇怪的音给你们。你不装多一点狼味，等一下我们卡比巴拉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们可以从五块变成7000块，哎 ，Quinka， 你可以换一个梗吗？超烂的，干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还是说，还是超烂的，对啊，对啊，你在，你玻璃玻璃啥 spotlight， 傻逼。被带起来就好。我明明就跑步又跳了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难得呀！啊！回去了，回去了啊！为什么一定要外出呢？我们家里多好，多安全呐、啊！反正我就一辈子都跳不过去那个烂地方啦啊！随便啦，反正我东西拿回来我也跳不上去啦。我们还在家里看卡皮巴拉好了啦，随便啦，你去看凯吉画面啦，我画面没东西啦，随便啦。哦哟，我就是只能用荧幕就对了啦。哎呦，我的指令在哪里啦？我气死了！哎呦。好吵哦，那个假牙好吵哦！哎、欸，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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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忘记拿手电筒。靠！他在里面欸，他在里面欸，那是什么？那个鱼人。我看到救命啊救命啊，我就跑出来了。你叫超大声的欸。可是我想进去里面拿东西欸。我不敢进去。我觉得不行啊，太可怕了，我要走了。就我会被外面的喇叭声害死。卡皮巴拉，我要录一大堆奇怪的音。卡皮巴拉，你怎么还在船上？因为我刚刚跳了7-8次都跳不过去，我放弃了。我还在等小光。卡皮巴拉，哦，小光有个东西冲向小光了，那个是鱼人 啊，是不是那个卡那个亚比？亚比把他东西偷走了。他们已经在卖东西了。咦、欸，他会捡东西、欸，靠北，我被那个一吓到。那小光什么时候会遇到？他输了，我觉得。没有啊，他活着啊。真假的？他还没遇到。哎哎哎，他遇到一只大，这应该是史莱姆啊。
你们遇到什么了？有前面在前面来不及了，有一坨欸、他看到了，他看到了，那史莱姆啦，那速度很慢。欸、有一个，欸、有好多好大只的东西哦。哎、欸、小光那里看起来超微的。等下你那个光谷，你帮我按着随时传送回来，我讲按的时候你就按，因为小光有点微。为什么外面、啊？我们家外面附近有东西是不是？不太懂。没有啊，看起来很安全。因为外面有脚步声，外面有脚步声。有欸。我刚走出去的时候有脚步声。哎、欸，看他也太大坨了吧！真他妈天才！看有蜘蛛，完了！有个铁板，我是想要去。去我回不去。来、啊。他迷路了吗？对，他走错了。你，凯奇，你去拉一下汽笛好了。还听得到吗？他会不会引到狗啊？他是引到前面。下午六点，往前走，然后一直扫描。看这边音乐很恐怖哎。传他！我有东西了，我有东西了！你差一秒就要被沙虫吃掉了啦！真假的？对啊。我们看得到啊！我们救得到你！他刚在你脚下，那东西怎么办？他直接在你脚下，那东西怎么办呢、啊？你要感谢我们救了你，好不好？是啊，东西没了。你被吃掉也是一样的答案，好不好？啊，搞不好我可以回得来啊！不可能。那小光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以后沙虫在你脚下，我们要传还是不传？传啊！就最固执、最固执的员工。哎、欸，我是。我赌品让我你们说那个赌博要怎么赌啊？不是现在，要到公司卖东西的时候。哦，好。啊你只能选几个卖哈，我才不要被你赌光光哈。啊，你只能挑两个。啊，你好像在跟小朋友讲话、啊，你只能买两个哦，那太多就不行了。啊、你这次考试没有考100分，你下次要买这个的话，你要考100分。我觉得我们1100没有办法呢。可以啦，光谷都可以把那个40几块的东西变700块。我靠，40几变成70，然后他最后又变0块了。哇，你好棒哦！我要赌博。哎、欸，不对，白痴，这个地形我跳不过去。哎、欸，我要跟你们讲，刚那个跳跃的那个地形啊，我跳了6、7次跳不过去，我就走回来了。他所以你根本没有下去哦、喔，你根本没有来啊！我已经摔伤到，我就算了，我回家了，不要去了，心水麻烦。然后那个有另外一条路，我们带喵。有哪一条？你传我回来，应该就不会扣钱了吧？啊，对啊，我们不会被扣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们剩下200多块。对，我们上次钱没花完呢、欸。哇！机枪，不要推我！
竟然敢推我！你们有人拿、哦、拿那个铲子吗？哎，看你俩两边都机枪。哎呦，两边都有机枪哎！哇，哎呦，有人死了，不能走了。光虎还在吗？光虎死了。哇，我们要被扣290啊！回去，我们先买东西，把那296花掉，光虎就不会扣了。我来说这里好了。四倍的哦，阿给的，那个门不要开，那个门不要开。有机。哔巴拉，卡哔巴拉，闭嘴。卡哔巴，如果怪物讲闭嘴，我会笑死。卡哔巴拉。开机喵啊！哎、欸，那个门不要开哦。电池，我这边有电池，还有那个，还有多的东西可以拿。我要拿多的东西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一只小小只的、啊？你怎么那么小只、啊？什么啦？你讲什么？你蹲下来啊！哎、欸，这给你啊。哦，还有瓶子。你可以先回一趴。有人要带光我的屁屁。等下再带他回家。你还要再回来为了拿那他5块钱吗？啊，怎么过来？应该是这里没错吧？应该是这里没错吧？哦。应该是这里没错吧？啊，有啦有啦有啦，这里看懂了。哎、欸，这边，我干你哪嘞？啊，可是我想过去、欸，那边感觉东西很多、欸，哎，读读看好了。看有赌的对，就知道要赌。你看，40块的电池，我干你娘！干你娘！干你娘！干你！太多了啦！真的太多了啦！太多枪了啦！你脸杀死了！不，我没有想到，哇，这里没错吧？为什么那么多枪啊？对啊，太多枪了吧？哎、欸，我们先买东西。喵，听得到吗？有啊，喵，他听得到亚比啊。要什么东西？296块可以买一买的。这把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小光死哎、欸。对啊，那这把是什么？欸、白痴你哦，它是武器啦！啊，你不早点讲啊，用不用？你要捡他 body 干嘛？我穿回来就好了。有道理哦。哦，他扫描到东西才会发射哦。还有两坨屎。我要把它拿出去喂水豚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把小光踢掉哎、欸。我以为是你拿走了。对。啊！我没拿，我完了，来得及吗？哇！他被吃掉了！我被水豚，可是东西有掉地上，因为我刚刚一定要开的东西没。哎、欸，有两只水豚哎、欸。完蛋了，还好，那60块而已啦 ，locker 而已啦，开走，开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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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完了！你干嘛用宝的？没了，没了。其实你应该先关门，水豚吃掉了。卡皮巴拉！我怎么没有他走过去，然后就一个水豚从那个船旁边有两只，完的，你怎么跑的？傻眼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重来？我们还是继续啊！我们东西还有没了？不是啊，钱啊哦，所有东西都没了。所有东我们道具还在、欸。就是我们刚前三天捡的都没了，前两天捡的没了。对。哎、欸，你们刚刚怎么不回去捡电池啊？哎、欸，怎么有这个东西？也来不及啦、啊，捡了也是全也是坏掉了。怎么？这我刚买的酷东西。什么意思？你确定他没有版权？没有版权吗？没有，所以就是有，我们又可以看到卡皮巴拉了。那只是本来是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卡皮巴拉很可爱哎、欸，变好可爱哦、喔，变得一点都不像人。
他是变得不吓人啊，但是他会把你吃掉。对，他把你，而且你摇起来甩，你的那个柜子也挡不死，挡不住哎、欸，他还是这样冲啊。对对对，但是柜子可以挡巨人视线啦，那个时候是挡视线的、啊，挡视线而已啊，了解。我要让小光今天学会水豚的英文。卡屁巴拉，卡屁巴拉。你知道刚刚那个，刚那张地图根本就是捡到枪哎、欸，到处都是枪。有，我知道有一个房间一打开就是枪啊，所以你是被枪死了。那个左边都没有东西了，左边都没有。右边都没有了，左边还有。你怎么又不分？好，左边哦，加油！那我先拿东西回去。这攻靠北，那边有个地雷，然后我如果在关的时候，我就被炸死。动作很渣呀，什么声音？汤吓我呢。想起来这边谁把门关起来了？喵妈的皮哦！好吵，喵很吵，喵很吵，吵死了喵啊！等下卡皮巴拉又给他冲进来。那个红红一条杠是什么、啊？他现在接近锁住的门，锁住的门。可是他确实对，哎、欸，他干嘛踩 B 零？我靠！我要吓死我！哎，是我把它关掉，不要再过去。他在干嘛啦？他为什么要一直看着那个？哎，他希望你帮他打开啊。我是把它关掉，但是他现在他读秒只有一下下，白痴哦！怎么了？小光白目了，吓到他。那就是刚那个有喷气的地方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那边关掉。我靠！要不要这么急吧呀？哇！哇塞！我刚沿路差点死掉了，要不要看有没有卡纳赫拉？你叫这么大声，卡纳赫拉就来了。直接跟他讲比较快。地图都没东西。有沙虫。杀虫还好，但是你们随时按钮帮我按着，我要传小光时就传。我在上面看。哎、欸，讲话了，观众不大声就不送了。有狗。有水豚了。啊、来了，传传传，又传又传又传了又传了，传按按按，来不及了，哦，哎呦，可惜了，还是先不要讲话比较好。有杀虫。看沙虫的位置、啊，
可惜了，需要水的有够多。可以传了，快走，传走。我知道哎、欸，你很近吗？断了，来不及了。哇，阿伟，这个投票取消。什么投票取消？那、啊、这赌你有没有死啊？对啊，赌你有没有死啊？对，不肯让你死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们现在、啊、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传送，所以我觉得没办法再赌。嗯，没有啊，那个传送要看我们的技巧好不好啊。如果我们技巧不够好，小光就变成杀虫的大便。你有没有是摔死的这种？哎、欸，有道理。看地虫在爆爆爆爆，我刚看到，哎、欸，没了耶！我们要靠赌博，我们有多？自己选一个，自己选一个，选一个东西自己赌。一个人只能赌一个啊。不是啊，我们赌一个也没用啊，反正我们注定要输啊。赌快一点啊！总共有几样啊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怎么赌。我们的筹码总共有112块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们能不能翻十倍？我们能不能翻十倍？有没有办法赚回来呢？哎，小光，你看这台机器。哦，就是那台吗？太好了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先不要按，先不要按。啊？先看你那个东西价钱多少，你先放地上给我们看一下。你那个是74块，74的、欸，好，40啊，所以一个一个来，谁先？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谁先？小光先好了，小光先好。小光，你那价钱多少？55啊？多少？按一就可以了。对，按一。按一就好了。三，550块！啊，你还真假的？哇、啊啊、哇！你这不要赌，你这个放着，你不要赌，这个不要赌，这个放着，这个放着。厉害哦！你这个不要，你那个不要赌了。好扯哦！没有看过哎。你那个不要赌了，你那个不要赌了。我放着，我放旁边。好，你那个放旁边。没有。啊，你那光虎那个74块。74块。啊，不行啊！这声音就是不行啊！哇，37！好，该凯基，凯基是多少？我的40块。20块。我40，我的40，我41块。哦，去不去？123，123，还行，还有心，还行，先放一下。他现在只有20块，好，20块，来啊！3、2、1，他变0块，0块，哈哈哈哈哈！真玩错我们的游戏。OK， 好，2次了，是2次，好，来，再一次哦。来，哎，你按完剩下就丢地板，丢地板，丢地板，丢地板。哈哈哈哈哈！还可以再一次，61块了，还可以再一次。丢地板，丢地板，丢地板，丢地板。又回来，他一直没有 triple kill 哎、欸、，triple kill 一直没出来、欸。我觉得待会如果这样子如何？如果我们就你洗完后你觉得 OK， 我们不是拿这个去洗一下，结果他失败的话，我们拿那个500的来洗。我靠，拿500的来洗啊！我们就直接翻啦、啊。对啊，反正也到不了、啊。可是不是，可是不是直接用它，是你当你觉得 OK 时，我们拿铁板，结果铁板失败的话，那就换这个。OK， 哎、欸，你刚刚那个不能按，因为它大概是两三次一次。所以现在几 次？现在是哪？现在你觉得可以吗？现在不行，我觉得可以试了。我还是这样。没有 啊，等一下。现在是好的，这是永远百家乐。OK， 一次。现在闲加赢，这个画面跟我们预想的差不多。对，我当时也预想的差不多这个样。OK， 好，好，然后金属先来，金属如果失败就换大轮走。我来。金属来，10倍。换大轮走，大轮走，大轮走，他已经连四了。放地上。哇！过来！我们有了，我可以关下一关了。过来！不行啊，我破解这个机台了啦，虽然还是很难讲啊。1344，快交上去啊！哇！哇！叫我赌博天才，谢谢。
我们是要，我们是要把这 mod 下一次就要锁住了啊！不行啊，这么好玩的东西不能锁啊！拜托，哇，我在抓规律耶。1380，我们要买什么？我们可以拿，我们可以那个去那个星球啦，然后再来就是买东西。买东西，我目前缺手电筒。托尼，两根中指，敢买下去？敢买下去？我其实一直都在边缘。呀，快推下去！啊！有人跳下去了。不是，我把一百九十一块交光，快终止啦！你按两下，等一下会听到一些。你按两次三，你按两次三，走吧。你按一次三，假万一终止啦！是啊，两根终止，这怎么剪的？戳你两根终止。敢买下去？我其实一直都在边缘呢。呀，快推下去！你娘嘞！啊！有人跳下去了。不是，我把他推下去。191块，小光。两根中指，敢买下去？你敢不敢跳下去？我其实一直都在边缘。跳啊！快推下去！你娘嘞！这好像是刚刚拎你啊嘞，拎你啊嘞，这个太好笑，拎你啊嘞，你怎么掉下去了？191块，你191块，我以为推不到啊，他真的被我碰一下就推下去了，我以为把钱花光了、欸。不是、啊、我刚刚就说我们要花门票的钱去星球的啦。